火焰文章 engage fire emblem engage 老任的本月头牌港服售价368元人民币，游戏的舞台为艾雷欧斯大陆，千年前人类与邪龙之间发生战争，人类借助一件英雄文章式的力量最终封印邪龙，然而时光流逝，世界开始显现邪龙复活的征兆。本作主角为失去记忆的神龙，他将与历代龙之守护者们相遇，带领英雄们重新踏上征程。游戏将包含50种以上兵种职业，玩家可以与文章室紧密合作，获得更强力的支援效果。此外，玩家还可在基地内与 NPC 互动，体验飞行、射击、健身、钓鱼等小游戏。女神异闻录三四 T3PP 四 G 全平台同步发售，截至发稿期 Steam 平台暂未公布价格。PS 和 NS 平台双版本捆绑售价均为249元。Xbox 平台将加入 XGP， 游戏三代于2009年发售，是该系列首次加入可以选择主角性别系统的作品，历经13年首次移植复刻。四代于2012年发售，荣获多个游戏奖项，于2020年移植发售 Steam 版。本次二作移植均支持简繁体中文。怪物猎人崛起 Monster Hunter Rise 40代版正式发售，将登陆 Xbox 和 PS5， 且画质将显著提升，支持 4K 60帧和 3D 音效。 PS 版售价264元， Xbox 版加入 XGP。 需要注意的是，本作不支持与其他平台发售的游戏进行跨平台游戏和存档互通，游戏在 PS4 和 PS5 版可以相互联机，而 Xbox One、XSX、Windows 10 PC 版之间也可以联机。同时本作将加入 XGP。圣塔神迹 Trinity Trigger 游戏于去年9月发售，本次1月19日更新繁体中文版，仅登陆日系主机平台， NS 版售价333元， PS 暂未公布。故事是发生在拥有美丽自然以及如同塔一样的诸神的武器存在的翠尼迪亚，描述了主角喜安与被称作隐灵的神秘生物一起为改变自己残酷的命运而开启旅程的故事。海盗岛海盗传说 Tortuga A Pirate's Tale，德国游戏工作室推出的海盗战略战记游戏，全平台发售， PC 版 Epic 平台独占，目前已至 Xbox 版，售价180元，其余平台未知。游戏允许玩家在18种独特的船只类型中做出选择，定制旗帜、武器、船体和首饰像等特征。你将遇到历史上的海盗船长，并决定与他们是敌是友，在战术回合之战斗中与贸易船队以及定居点较量，让他们从财富中解脱，然后用你的财富为你强大的舰队升级。特修斯协议 Theseus Protocol 是一款卡牌构筑策略游戏，价格未知。你将在这个诡谲多变的赛博世界中扮演普罗米修斯，游走在不同领地，遭遇无情的敌人，揭开马克城最黑暗的秘密。权贵齐聚的上城区暗地里滋养着疯狂的阴谋，阴雨绵绵的下城区盘踞着众多帮派，而被称为普罗米修斯的你将做出改变人类命运的抉择。山门与幻境 The Lost Village 国产 3D 模拟经营加修仙养成的独立游戏，售价暂未公布。你将扮演归家的掌门之子，在如今萧瑟无人的仙山上重建山门，再现天下第一的辉煌，带领你的弟子收集资源、建造设施，并逐步发展壮大，招募更多门人，锻炼他们的能力，再进入祖先的记忆幻境，与不同寻常的敌人战斗，获取宝物和知识。你将体会到作为一个掌门人的辛劳，也将感受到从零开始建立繁荣仙山门派的成就感。深热求生 Surviving the Abyss T 式新作，游戏以1970年代冷战时期秘密建设的海底研究设施作为舞台，玩家将担任这个海底研究设施的指挥官，为了确保研究员们生活所需的氧气、食物、电力等资源而进行地下资源的挖掘，建设各式各样的设施使用，并收集未知的动植物来进行研究工作。而在过程中还将会随机遭遇各种危机，玩家需要一一解决这些问题，让研究设施能够顺利运转完成任务。游戏暂未公布价格，且暂不支持中文。无垠之心 A Space for the Unbound 除 Steam 版外，其余平台售价均在135元左右。游戏精美的像素风格重现了90年代末期印尼乡村的生活气息，并且讲述了一对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少年少女克服困难、获得友谊的冒险故事。跟随阿塔姆和拉雅在高中毕业季展开一场自我发现之旅，在此期间，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突然来袭，
他们必须探索和调查自己居住的小镇，发掘隐藏的秘密，直面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隐秘的角落 Hex Cradle， 本作改编自极具影响力的华语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游戏将探索解谜推理融合进原创故事剧情中，旨在为您带来更具沉浸感的独特体验。游戏通过对光影和色彩的独特设计，在原剧基础上打造惊悚诡异的环境氛围，在对原剧中角色关系和角色情感变化进行充分解构的基础上，游戏将着眼于主角朱朝阳的内心世界，以意象化手段展现主角在道德抉择面前的矛盾挣扎与解脱。游戏价格暂未公布。撒旦蓄力 GM Grace Counter GM 将重担的危险化为转机，将撒旦转为必杀的反击，借由撒旦反击追求风险与回报的极限的 SPG， 彻底品味在敌弹弹幕中穿梭的刺激，还有以强力的刺激击破袭击而来的敌方大部队的 2DSTG 的真髓。游戏 NS 版价格较低为52元， PS 版和 Xbox 版价格较高， Steam 版暂未公布价格。埃斯腾塞尔 Ostensil，本作由Rune万亿人耗时3年开发，游戏中玩家将成为一名狩猎怪物的暗杀者，在一座如迷宫般的恐怖城市中展开探索与战斗，在不断击杀怪物躲避被他们吞噬的过程中，试图解开隐藏在这个诡异世界背后的秘密。游戏战斗接近黑暗之魂和血缘诅咒的系统，游戏中提供鞭子、霰弹枪等多款武器供玩家选择。另外，本作除了提供单人模式外，也支援画面分割的多人游玩模式。游戏价格暂未公布。